相遇皆是因为有缘，相伴就是为了还债，若无相欠如何遇见，偿还之后从此不欠。相识只是瞬间，相知需要数年，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，不管你遇见谁，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。前世500年的修炼，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；前世1000年的煎熬，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碰面。那些和你相遇的人，前世都有扯不清的关系，爱或被爱，欠或被欠。今生我们以全新的面貌出现，前世的记忆被抹去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唯有冥冥之中的牵引才能让彼此碰面。陪着你的人欠你太多，离开你的人债务一还，所以珍惜陪伴你的人，别恨离开你的人。不再见的人不再欠，再遇见的人还在欠。不管是谁，反反复复的相遇一直陪在身边，那就是你前世的还债人。前世没机会，今生再偿还。见或不见放在心里面，欠或不欠是否能遇见。茫茫人海中，谁是谁的债主，爱恨情仇欠太多，聚聚散散情未还。前世的记忆消散，今生的缘分万千，留在身边缘未尽，转身离去缘已断。别恨别念别留恋，若相欠自会见，不再欠不再见。